李雪，我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。你太客气了，什么问题？你说吧。为什么对中国人来说，电视这么重要？重要吗？我没觉得电视有多么重要啊。你的感觉肯定不对。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，电视。 差不多是最重要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先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每天晚上看电视吗？看啊。都看什么？一般看看新闻，有时候看看电视剧。你每年春节的时候，看不看春节联欢晚会？看啊。好，这些问题我问过很多人。 调查结果是，85%以上的人都和你差不多，每天晚上看电视，而且有85%以上的人春节都看春节联欢晚会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春节看晚会差不多成中国人过春节的传统了。我不能想象，十几亿人同时看一个电视节目。 我觉得春节一家人在一起吃吃饭、聊聊天儿，一起看看电视，就是为了高兴。而且春节晚会上一般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，节目水平也比较高，挺正常的。课文二。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。 什么问题？说吧。你每天看电视吗？经常看。都看哪些节目？什么新闻啊、体育比赛啊，还有谈话节目，都喜欢看。你不看电视剧吗？一般不看，我觉得太耽误时间，而且也没什么意思。我也喜欢看体育节目，特别是足球。 哎，今天晚上有一场比赛，是欧洲最强的两支球队。对，我已经约好了，和朋友一起看，你也一起来吧。你们去哪儿看？不在家里看吗？我们去酒吧看。为了喝酒？不，为了看球。那里不但有大屏幕电视，还有很多球迷，看球。 气氛很重要。那好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去，也去体验一下。